这个是 SGP30 的传感器数值，左边的是甲醛的数值，右边的是二氧化碳的数值。它的标准区间我这里就不说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传感器的样子。这个就是 SGP30 气体传感器，然后这里也是用的 EIP32，加上 EIP Home，对上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的仪表盘。